嗯，然后又以上都是开创星座老师哦，开创星座母羊巨蟹天平摩羯哈，刘璇是摩羯嘛，对，现在是巨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组的人，我跟你讲，你。人都是将心比心，这一组平常就是很会照顾人的人。嗯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也是呢。对啊，月轩也是呢。对，所以你就看他嘛，就平常就是贴心别人的人。嗯，所以这种人忽然被人家贴心了，你觉得他会不会晕？就会晕哦，超晕的。你看他们刚刚所说的一切都是被照顾的故事，而且这一组人就是所谓的顾家嘛。顾全大局嘛，所以在他心目中别人都是这样子的，都是没有他会顾家，没有他会顾全大局，会照顾人，结果忽然他被照顾了，你知道那种他身体里面深藏的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就出来了，嗯，他就动心了。对，因为这一组习惯照顾别人，所以他也会硬逼着自己要早熟一点，嗯，太阳上升都算哦，他会逼着自己要成熟，表现出一副很稳重啊，你不用照顾我也没关系，结果被照顾，忽然间就崩溃了，这就是他们的晕船哦，就崩溃了。那能够让你们晕船的人，一定也不是故意的，是他那个让你晕船的人其实很自我的人，你仔细想一想。他不是故意让他们晕船，对，他不是故意的。那他们其实是魅力，有自我个性的，所以有一个后遗症就是你话脆的脆，他以后要干嘛你也挡不住，所以你们晕的那个对象也会变成你要迁就他哦。嗯，玩一玩，仔细想一下是不是？是哦，这样才会让你觉得他很有魅力嘛。如果他后来就追着你跑呢？哎，对啊，不行，对，不是当初的他了，对，就不是当初的他了。双子、双鱼，对，老师救救我们！哎，很难救吧？很难救，真的，因为自己内建滤镜，哎，抑郁女子，真的，我其实觉得也是这一组，哎，大根也是这一组，我也是处女，就是变动的。我觉得这一组人个性太浪漫了，太浪漫了，所以当他想谈恋爱的时候，他看什么都。颜色都变了，好开心，有滤镜，滤镜，滤镜，对，有滤镜。然后或者是说，人他们也很容易被环境影响。比如说，你们如果在游乐场，你们在酒吧那种灯光啦、环境啦、氛围都不正常的地方，他们自己也都不正常起来。对，嗯，那种那种，所以你要追变动星座，或你想跟变动星座来一点不一样的，你把它带到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就够了。那个环境会催化，比如，然后或者是类似情人节啦、圣诞节啦这种节日自带的某种氛围会帮你加分，真的、哦，你很容易就攻陷他，很浪漫的，我也真的、哦，我想又浪又慢，我想搞气氛，就是而且对那种浪漫要很不经意的，然后让你哇，你原来怎么这么浪漫，然后很开心，就不是矫情的那种，嗯，矫情当然他们自己段数也很高、他们平常看别人都看得很清楚，看自己就看不清楚哦，所以我们刚刚讲，当他那个浪漫的心一起来，他看什么都不对劲了，哦，那种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他们。也可以晕船，对啊，很晕啊。其实觉得变动星座很喜欢玩这个游戏，啊，你有时候也要去想他喜欢晕的感觉，所以很多人也会觉得他们是渣男渣女啊，对啊，他们也会哎蛮主动的去晕晕看，然后其实我只是喜欢晕的感觉，不是喜欢你。嗯啊啊！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哦。真的，有时候后来醒了都想说，哎，我那时候在晕什么？对对，我现在有这种感觉，然后再回去看他照片，想说，哇，长这样我也晕了。回过头了。你知道这一组人真的会做出很离谱的事，比如说他会私奔啦，他会闪婚啦，他有可能闪离。你有时候在想，他到底是因为喜欢这个人，还是他喜欢这整个过程？当下的过程感。对他喜欢这个剧情，我的人生在我的掌控里，我可以乱搞，我可以玩这样子。老师来。固定的这一组，固定星座为什么事情而晕船？我其实觉得固定星座，你看好像 Amanda 会问大家，我觉得固定星座真的很怕下错注，对，超怕的，戒心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下注会很认真，对，哎，所以我们也不想给人家看笑话，就是我们晕，结果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受不了。所以其实固定星座还蛮不容易晕的，哎，啊，至少我们会确认再确认，固定星座比较容易有遗憾。还蛮容易有遗憾，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觉得还分年轻跟年长啊。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勇往直前，所以
有过几次惨烈的恋爱经验，就肯定了、嗯、对，肯定是有的。可是越长大越不容易晕，所以你的晕的问题是年轻的时候经验不足比较容易，年长的时候经验足了，然后也知道自己的缺点了，那这一点就会阻止你晕。但是我们要先告诉年轻的小孩子哈，像 Amanda 这样子还懂得问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嗯嗯，有的固定星座不问，嗯，因为他想要试试看，嗯嗯，他可能有试过几次，每一次问大家都说想太多了，他这样一想也不对，我再问下去，我连一次经验都不会有了，嗯、哦，干脆不问了，哎、对，就错了。那其实固定星座真的要走这个自我修行路线，比如说你真的要去理解你想要什么，我觉得你真的要走发现自我路线。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谁，你也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这样子你才会无怨无悔啊。所以想晕就晕吧。哎，我给固定星座，就是我反而不会建议你太理智，你因为你老了会理智的，嗯啊，你年轻的时候就不要理智。对， Amanda 的谈不了恋爱就是她太理智。哦，那慢点吧。你看小朋友，你看他的条件，我不相信他没有机会谈恋爱。对，你要小心。他阻止了自己100万遍。哇，就去吧，放手，放手，晕嘛，晕嘛，真的。对啊，跟小优多相处，对，多锻炼一下能量。跟他去酒吧，小优反而要理智一点，不要害怕，你们是父母的朋友。对，小时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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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